我研究过他，他没什么料，就只会漏奶。娘，人家漏奶就比你强了，那边靠背什么？然后就在我这边，哎，请问雷拉，哎，你觉得雷拉怎么样？烦死了，真的很奇怪哎、欸。昨天他妈的感冒发烧，他妈已经很不爽了，他妈还要被你。主播贺龙说要找你跟一起上火烤 battle， 你怎么看？可以啊，2000万啊，我价码就开在那啊。找我打拳赛2000万，找我上什么火烤 battle 2000万啊。主播，你看看 KD 近期的精华吗？那场真的有料，不是啊？要看 KD 干嘛啦？干有啊？你要看 KD， 你不看我看我们斑马对不对？妈的，打太阳2连胜。你看一个他妈的被一个他妈的新秀干翻的人干嘛、啊？妈的，人家问班亚马2连胜太阳啊，精华你不看，要看一个他妈乳蛇的，好可怜哦阿苑啊，专门研究人家乳蛇的东西耶。那个竹节虫真的没有到很有料，我后来复盘后，他除了麦高打法真的就没戏，好了啦，靠腰啊啊！你是没打过篮球是不是啦？靠背嘞啊！你160，人家200，在你头上投篮，在你头上丢球，他妈你就乖乖去场下坐好好不好？啊，打篮球这个运动本来就是迈高啊，靠背哦，那边他就只会迈高打法啊，人家他妈够高就他妈吃你一截了，那、啊、就跟他妈的现在的那个女主播一样啊，我研究过他，他没什么料，就只会漏奶，啊，干你娘，人家漏奶就比你强了，在那边靠背什么？白痴是不是啊？赶快滚去上你的班啦、啊，受不了你真的。老喜欢讲一些没智商的话、欸，好可悲哦、喔！那、啊、他妈的，人家高在篮球运动就是他妈的吃天下了。他只会卖高而已。不是，人家是职业选手，不要，人家是职业的，好不好？不要在那边讲一些酸言酸语。不是，人家是职业的，不，他妈的，他身高他妈220几，230几，不会因为你摔个几句，他妈突然变120，好不好？活动蓝白合应该有馆长在直播，有说蓝白不合要剁 GG， 你觉得呢？好了啦，可心，你是不是假女生？要挂个女生的头，叫个什么许可心啊？哎、啊，带个女生头像，好像是来钓鱼的呢。啊，你要不要去外面搜寻一下一些社团，管黑社团对不对？看一下好不好？看一下馆长说的话可不可以？去当一下，去不要说当一个管学家嘛，好不好？至少先看一下我们 K 神的台，可不可以 ？K 神每天下午，对不对？准时开水，馆长稍微去驻扎个2-3天，然后再去思考一下馆长说这句话，好不好？馆长是个直播主，好不好？开直播做效果的。哇靠，这妹子有枪啊！不是啊，连这个都不懂。少康战骑士先看个5集吧，千万不要看少康战骑士啊，里面有一些他妈的阿脑、啊。看完就会跟亚洲洞粉最后希望一样蠢到烦。好了啦，洞穴士、少康战骑士里面的都博士级的，你还在嘴？啊，对啊，对啊，啊少康战骑士里面都博士级啊，啊要不要他妈的，要不要派他们出来当立委选总统好了，好不好？博士直接躺着当选可不可以？好了啦。博士级还会被人家党踢出来，那就是妈烂咖嘛！啊，不然还有什么？啊，你都博士了啊，在党里面还会被人家排泄，还会被人家踢出来，烂咖啊！不然是什么？对不对？你在起跑线已经赢人家一截了，对不对？人家都他妈学电声，对不对？人家都什么中华大学的，对不对？还要去洗学历的啊！你他妈的是一个博士，然后他妈还抢不赢别人，还被人家踢出来，啊，你不是烂咖，谁是烂咖？大学硕士都白念，博士都白念了，是不是？啊，真的哦。哦，什么郭博士，对不对？阿姆就博士，博士还会酒驾啊？是谁啊？念到博士，民法他妈刑法罚则中文字都看不懂哦！啊，念到博士还会酒驾的，人家都博士，你在那边嘴什么？主播别暴躁，大家都是文明人，理性讨论。基隆东都这样说，谁他妈跟他基隆东是文明人啊？靠背嘞，不是、啊、不是嘴巴说是文明人就是文明人哎、欸。对不对？都有八百一十七万人会投给那个对不对谎话连篇的人的，对不对？弯弯有资格称作文明人吗？
有吗？有资格吗？我是不知道啦，我是不知道有没有资格啊。哦，劳工是我们心中最软的一块。能源政策我们有一套详尽的算法，绝对不会缺电。在我任内，电价绝对不会上涨。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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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投给他的人，请问是文明人吗？我是不知道啦，真的，我是不知道啦。国栋，你不是要跟馆长打拳？你说连大雄都要打，你打得过吗？连大雄都打不过，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啊、怎么样啦？啊，我也说我要X了吗？请问我X了没？啊、奇怪欸，他妈我讲话你就要信哦？啊，你以为你挂个女生头像，妈叫个什么许可欣？你还真以为那些人说的是真的哦？国栋对女生都特别好啊，换个女生头像就想在那边怎么讲一些鸡巴话、哦？主将雷拉小孩当初刷手抽是不是没刷好？看又有这种白痴问题啊！雷拉小孩刷手抽是不是没刷好？啊怎样？他爸妈就呼个麻而已，怎样？对不对？妈的出生的时候就不知道比你爸妈的比你们这些卤蛇家庭妈的好多少了？妈的呼个麻，妈的还不是他妈的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我还在那边笑别人呢，人家他妈的做梦都会笑。我老妈是雷拉，我老爸是汤宇。从小吃喝拉撒睡都不用愁了，他妈的再怎么样，对不对？刷手抽刷到雷拉家，也比手抽刷到科比家好啊，对不对？呼个麻怎么了？主播来澳洲呼一管合法的降血压，不是啊，是没怎么啦、啊。你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啊？那不是你们都不觉得怎么样，到底在靠腰什么啦、啊？那、啊、你不爽发起运动啊，对不对？妈的，去总统府说他妈的，要妈的，不然去那个总统府网站请愿，好不好？叫他妈 YT 把那个九妹跟雷拉频道都收一收，好不好？不是啊，你也不觉得怎么样啊？那在那边靠腰什么啊？啊，请问你有去挑战他吗？你有去下面留言操干他吗？也没有啊。然后就在我这边，请问雷拉，你觉得雷拉怎么样？奇怪耶、欸，妈的，刚刚还说妈呼麻的还有10万人看呢、欸。干你娘嘞！奇怪，你们这些人都不觉得怎么样，然后麦德就靠北靠不是怎样啊？操你妈的，是不是烦死了！他妈的，真的很奇怪哎、欸！啊，你这不是嘛？啊，你自己都不在意，然后你一直问这些问题，你是想得到什么答案嘛？好不好？还是你要说什么？老子明天他妈的乞丐大剑拿着，好不好？就去开转了，要不要？要不要这样？那有病是不是啊？一定要跟他讲这些话，你才爽哦！奇怪，自己都不在乎呢，妹一直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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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啥小啊？今天偏火爆，知道吗？今天他妈的一开始就有一些低能儿来这边他妈软小啊，那讲一些智障话，妈的，听着就不爽。妈这几天，昨天他妈的感冒发烧，他妈已经很不爽了、啊，他妈还要被你们这些八弱智恶心嘞、欸！操你妈的，弱智就赶快去死！嘿嘿嘿。啊，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是不是？看完就走。鼻涕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我靠，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也不按赞，也不评论，你走，按个赞都不会。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点赞数7%，国外人都帮我点赞，那你们这些人帮我点赞，都机器人哦。